出神经猫，你看着点吃行吗？哎呦，开奇同学，别小气嘛。艾尔和嘟嘟不是又去买了吗？我是让你注意肚子，别等下电影刚开始你就冲去蹲厕所了。哎呀，本喵金刚不坏之肚怎么可能。糟糕，厕所厕所厕所。看吧，不听老齐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神经猫，你不是刚出去吗？喵喵喵喵喵喵！海奇，紧急情况，外面有好多闪电猫。德哥贝，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样回事？来只河猫，好家伙，敢山寨本喵！看招！看招！看招！这崎岖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，果然是柠檬博士高贵，闪电猫出动了！喵！我来啦！不怕强敌，崎岖出击！这次到底影响了什么？根据分析，这次的怪事和无性转职技术有关。无什么技术？无什么技术？可真不懂，青青老师求解释。简单来说，那是一种超级拷贝技术。比如我有一只闪电猫，我就可以弄出两只、四只、无数只一模一样的闪电猫。无数个闪电猫？这也太可怕了吧！所以直到现在，因为伦理道德等原因，全世界都禁止在实验室外使用这种技术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柠檬博士高贵，这种技术才会被公开滥用。一定要阻止他，不然本喵的帅脸不就满大街都是了吗？找到了，喂喂，这次关键时刻是第一次通过体细胞无性繁殖出绵羊多利的1996年。好，我们出发吧。等等，别无视本喵啊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后面有好多有闪电猫，明白，一转光枪超频射击，虎羊喵来喽。百变重锤，我用力扔，谢谢你们，我叫汉斯。根据资料，汉斯是多利计划的发起人，伊恩博士的助手。难道那些绵羊就是多利？不，这都是我自己培养的升级版绵羊，叫托尼，不叫多利。嘿嘿，这是托尼一号，这是二号，这是三号。喵，升级版绵羊，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听着。我已经先伊恩老师一步研究出可以广泛使用的转职数据了。不会吧？那个汉斯博士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可认真想，这技术传开了可不是好事啊。比方说，因为这技术，某人都被小羊羊顶上天了。
这科学研究难免有意外嘛，相比之下我这技术的好处可多着呢，比如当你吃不下蛋糕的时候。再想想，当你要干家务可又想偷懒看电视的时候，好像还蛮好的，对吧？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到发布会上把这技术彻底公开。只要它在全世界普及，那就一定能在方方面面帮上大家的忙。哦，你太伟大了！哼，等着瞧，有了这软盘里的资料，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好。加油，加油，孩子先生，一路顺风。回家喽！凯奇大笨蛋，要是让汉斯成功发表，时空起点不就出现了吗？难道这次不是柠檬博士搞的鬼？先别管这个，快追呀！这项技术能为我们带来众多好处，是未来必不可少的，所以我在此强烈建议。不准公开！我做！我哦。真是的，你搞什么呀？就是要他公开啊，不然我们怎么改变过去收集数据啊？我错了，咋办咋办？算了，我们来吧，将软盘的资料上传网络，向全世界公开。汉斯博士，别公开啊！啊，蒙查查，喵，糟了，软盘在他手上。怎样？柠檬飞广合体。啊！这是什么呀？鸟，怪柠檬和软盘合体了。答正确。百变重锤，一、二，我跳。大家小心。不会吧！根据分析，光线射中的东西会被复制。那又怎样瞄？打不中就没事了。光地追踪。瞄准羊羊，别别别别！羊羊大解封，神喵！救命！想过来，羊羊大帮忙！糟了！毛茸茸危机，无法动弹。隔壁，哥哥。大胜利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羊？难道这都是因为我想公开的技术？隔壁，好机会，通天全套。再来，羊羊大爆发！还来那招，休想！Thank you.
懂了。一直以来，伊恩老师之所以会对技术公开这么谨慎，就是害怕有这种事情发生。我，哎，还以为冒多好办事，结果还是一团糟。哦，等等，多了一团糟。对，就是他。喂，班尼蒙，我在这儿呢，来呀来呀。怒气，生气，瞄准讨厌级，发射。哎呀，班长，就是现在，艾尔，收到。很好，成功了，嘿嘿。不对，是你们来了，小笨蛋，看我亲自收拾你。等等，是你们中的谁收拾我？先说清楚哦。当然是我来。我们把软盘毁了吧，不然汉斯又要发表了。放心，我再也不会随便公开这项技术的资料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今天的事让我认识到了，我所研究的技术是一把双刃剑，它在可以造福人类的同时，还潜藏着非常巨大的危害。既然存在隐患，身为科学家，我就绝不能贸然公开。汉斯先生，我相信你。喂，把软盘还给我。我相信总有一天这项技术的答案会出现的。奇趣特工任务，破纪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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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最后一块，暂停。破纪录的历史时刻怎么少得了观众呢？嘟嘟、凯奇、艾尔，干嘛呀？我在看漫画呢。呵呵，看，我把号称宇宙第一难的消消乐游戏通关了，厉害吧？闪电猫，你想嘚瑟，你想个靠谱点的啊？这明显是贪吃蛇，好吗？神喵，神喵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可打了一个通宵啊！奇趣不对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为什么要受伤的总是我？这，总之，我们先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青青，这次的时空起点二。我辛辛苦苦通关的记录没了表。好啦，因为时空起点，消消乐才会消失。那解决这事，你的游戏不就回来了吗？是哈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走起，时间飞船！青青还没说明呢。哥，好吧，好吧。这次被影响的关键时刻是这个。消消乐。对，就是消消乐。1984年，由帕基特诺夫制作的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视频游戏。根据资料，这游戏叫俄罗斯方块，也是后来所有消消乐游戏的原型。对了，那就赶紧出发吧，晚了的话消消乐可就永远消失了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是莫斯科计算机中心。根据资料，那个人就是帕基特诺夫。一切正常。正反对，我们传场。那边是机房。站住。数码通道，快快开启。滚滚。数码前路。进去了，别问了，追了再说。喵。嘿，
间吗？喵喵！好险！七七，乱马东东，数马间的马蜂。危险！用枪杀制造的乱马会破坏计算机数据。啊！系统崩溃，这我编的游戏程序没了。通天金刚拳，我们把乱马清除掉。德贝哥，一转光枪。奇怪，怎么又好了？哎，算了，继续，把编程好的方块移动。光妙飞踢。移动的程序完成，接下来移动更多的方块试试。秒，这就挂了。哈，我们躺赢呀！神奇，柠檬飞走合体，像素大柠檬复活。哼，看我打翻你！通天火箭拳。啊，这不是我编的程序，又故障了。算了，反正挺有趣的样子，再来点方块，别让它停下来。耶耶，游戏结束。有点眼熟。根据资料，萌茶茶和游戏吃豆漫有70%相似度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我才没站在呢，快跑呀！程序怎么又变了？不过还挺过瘾的呀。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把背景弄成迷宫，那一定更有意思。编写代码，输入迷宫程序运行。那是什么？前面被分解了，往回跑！特别也追过来了！哇！这是迷宫。根据分析，是帕基特诺夫编写新程序，改变了游戏规则。咯哒咯哒，飞哥！就是，那家伙也太好玩了吧！全都别跑，乖乖飞啊！别说总算逃掉了，根据剧情，往往这么说的时候。来，这里。这游戏可以穿墙吗？别跑，我赢，这也太爽快了吧！墙壁变成不同造型的方块，酷啊！新的灵感不断涌出来了。前面没路了。我摇，我摇。
这个比例应该够了，还有就是游戏规则。这都几次了喵？摇摇大地毛，我摇呀！这里是俄罗斯方块，那我们就把方块拼起来，应该就能消除掉它们。嗯，试试吧。让我想想，这该怎么操作才有趣呢？冲天火箭拳发射！格威，看本喵的！好，填平了。闪电棒，说好的消除呢？难道说这玩法他还没想出来吗？让玩家控制方向将方块拼好就可以，就可以消除掉。好，这样有趣。喵，方块消除了。嘿嘿，我们赶紧把这些方块都消除掉吧。好，听本喵指挥。来了，凯奇，把那竖条转成横的，移到那边。冲天万能棒，嗨！嘟嘟，把那方块转180度。格德贝德，对对对，填进那边的缺口。格德，嗨，好，就差一点了。艾尔，收到。我进，我扔。看招，逆转光枪，中。几圈套，闪击！我呀，拿呀，我呀，我呀！闪电猫！哎！哈！我叫！嘿嘿！我！被压危险！各位观众，超级连锁大消除，有请！完成了！哎呀，这游戏实在是太有趣了啊！决定了，以后就叫它俄罗斯方块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！这么松懈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确认，警报，小矮妖贴近，启动最高防御系统。啊，用得着这么夸张吗？是谁啊？吓死宝宝了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超级穿墙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美妙的曲线，这冰凉的触感，全部都没意思。重要的是这个金苹果，又可以用来换好玩的外星道具啦。该干正事儿了。各位观众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将将将将转移手电筒的试用版。嘿嘿，看好了，只要轻轻的按一按，对着目标扫一扫，就能随心所欲的把东西转移走了。
更轻松搞定。嘿嘿，我也溜了。嗯，喵！这次超级抢花环大赛，究竟谁会是冠军呢？喵喵喵！又飞的犯规了。嘟哔哔，还有30秒，好你个嘟嘟，看招，光喵追踪，喵喵嘟喵、我就不信我逮不住你、闪电猫只靠瞎冲碰不到嘟嘟呢，比赛就剩10秒了哟、冠军是嘟嘟，要是本喵变身了，一定能轻易逮住嘟嘟。解决问题不能只是一味的往前冲呢，得开动脑筋想想别的办法呀。只要速度够快，没什么解决不了的。收到求助信号。完了，我们的镇店之宝被小矮妖偷走了。七区特工队，求你们帮我拿回来吧。我们也不知道小矮妖现在在哪儿呀，喵。我知道，雕像里面安装了追踪器，已经锁定位置了，拜托你们了。好，我们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一致出击。勇敢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，变身装置迅捷闪电启动，开启变身，嘟嘟露出萌萌的触手，用超能力来战斗，闪电猫变身，而就是力大无穷，出征遇大危机，亮晶晶，我喜欢。通天捕手，发射！继续特工啊！等等，你们这也来得太快了吧！追踪器这种高科技，你是不懂的了。小矮妖，你逃不掉的，投降吧！哎呦，我好怕呀！哼，有本事就过来呀！好嚣张啊！那我们一起上吧！嘿嘿，超级穿墙鞋，拜拜！鞋子都能穿墙，过分了，喵！我们赶紧追吧！你以为你能跑得过本喵吗？光进追踪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吧！再见！什么？喵！喵！我怎么回来了，喵？嘿嘿，谁想做下一个被传送的幸运儿啊？大家小心，那手电筒能转移东西。回答正确，这是奖品。大家散开。嘿，谁？是谁用垃圾桶砸我？用了，哎呀！有完没完？再来我真的生气了！喂，别躲了，再不出来乌克就要逃走喽！小矮妖，本喵回来啦！闪电猫，等等，别冲动！超级无敌光击，就知道冲过来，可不能怪我呀！我闪电猫可没那么容易放弃，喵！还没完，闪电猫冷静点，想想别的办法。想什么？
冲就对了。喵！我再冲，喵！再来，喵！喵！啊啊！拜托，你试多少次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分头行动，偷偷接近小矮妖，然后一起突袭他。艾尔就位。可皮丘，大家准备好了，往进追踪。可皮丘，还有向我偷袭。可皮丘，你也给我消失。计划失败。艾尔，冲天捕手发射，我逮住你。闪电猫，计划是不错，可惜了，多亏了你的猪队友，拜拜。闪电猫，记着我说过的。凯奇，糟糕，怎么只剩下我了？怎么了？你不是怂了吧？什么？本喵会害怕啊？你给我挡着光镜。不行，凯奇他们就是因为我冲动才遭殃的。解决问题不能只是一味的往前冲呢，得开动脑筋想想别的办法呀。对，光是瞎冲是没用的，我要动动脑筋想想别的办法。喂，你不过来吗？那我先出招喽。光线好像变弱了，是手电筒的电量不足了吗？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加速消耗它的电量。你那手电筒很厉害吗？这当然，但你本人根本瞄不准啊，实在弱爆了。你敢说我弱爆了？看招！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！王奶苗呢？王奶苗呢？王奶苗呢？闪电猫，躲来躲去的真烦。这么快就回来了吗？凯奇，小心！先把你们这些碍事的船送走。给我转移。总算没电了吧。你卑鄙，请叫我精灵喵。好机会，冲天捕手。别忘了我还有穿墙鞋呢。小矮妖在那边。好狡猾，大家分头包抄吧。等一下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这是穿墙而已，看我这次用速度来赢过他。光镜追踪。没气了，你还是抓我吧。这次多亏了闪电猫呢，想到消耗手电筒的电量才能打败小矮妖。哎呀，没什么啦，我就是稍微动了一下下脑筋，用了那么一丢丢智慧而已了。行行行，你厉害你厉害，奇趣特工人来了。